金柳 Remix。感谢海哥，这个好短呀，让我好时间。对，小五一会儿就会出现了，那个我进来十五分钟他就会出现了。欢迎后进来的兄弟们啊，欢迎道飞哥。992这里面长期招收稳定给力的场控，然后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私密一下咱们麦上的皇马大的啊，谢耍耍，然后同时也关注一下一到三麦，喜欢小米的点下关注啊。电脑的左下方有一个直播通知我，然后手机用户又是在左上方有个黄色的桃心，然后点一下就好了。啥表情大哥，你这啥表情？我再找一个音乐啊。右下方才对啊，这一天，对对对，电脑用户的话右下方，电脑用户的右下方，手机的话左上方。啊，完了，脸都说红了。这个宝宝你怎么这么逗？谢谢你更正我啊，这就尴尬了。嗯，脸都红了能不尴尬吗？比我还专业的样子。
频道宝宝这里没有马甲的，如果你喜欢小美的话就点下关注啊，回头可以去小美那里扛马甲。这个姑娘好像在吹风扇的样子，答对了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再给大家把小红花送送啊，谢谢傻傻，感谢我海哥，然后还有那个这个爱心，大家把这爱心送一送啊，留着也没有什么用，然后同时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谢谢傻傻。再找个音乐啊。感谢哥哥们的小花。我一直班的时候都是下午直播，我早上有点体力不支。欢迎明宇。
分多钟的时间。然后大家喜欢小美的点下关注啊！谢我海哥，感谢刘云。好热呀，好累呀。那个大把爱心送一送，兄弟们，你穿没穿裤子都看一下，哪里没穿裤子啊？人家这是短裤，好不好？你见过哪个人不穿裤子就敢出屋的？怕你们吓住。还有一分多钟，兄弟们点关注了。大家不要离开992啊，下一档主播那个小五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啊，他的跳舞和就是和我们可是很不一样的哦。拍一小段吧，感觉这个时间还有点长。